音质不错，哎呀，乔主任啊，您弹的比那个专业的姑娘不差呀。乔主任，这琴一到您的手里就更有韵味了啊。是是，确实喜欢弹琴。之前呢也学过一段琴，家里呢也有几把好琴。哦，但是呢随着一场巨变呢，什么都没有了。啊，你没听出来吗？这十几年不弹。 都荒废了，都不，这怎么算荒废了呢？乔主任，您今天这一曲啊，可惊人天人呐！呵呵，了不得了，这是。是啊是啊，乔主任，您今天一弹啊，我对你又有新的看法，您可是当代真正的名士啊！乔主任，您要是不嫌弃，这琴就送给你了。你行吗？不行。 那怎么行呢？这是会馆主人的琴，不能收。哎，会馆主人欠我东西多了，这点主我还是做得了的。乔主任，宝剑赠英雄，鸣琴赠雅士。哎，是是是是。乔主任，这把琴只有配得上您呐。收着了。我刚才已经说了，这把琴无论如何我不能收，啊？那这样。 王先进已经把那块地收了，他这个人真的很爱权，我觉得把他浪过了应该没问题。他要我做局里面办公室的副主任，下个星期应该就能宣布了。嗯，做得不错。还有，赵光友已经被秦良宫保护起来了，外人很难接近他，所以他的消息都被当作机密封存起来。我试了好几次都没成功。 所以林东那天为什么要见赵光友？这个情报，我估计我没法弄清楚了。这个情报很重要，铁手的意思是要不惜一切代价查清楚林东和赵光友的关系。你再弄努力吧，啊！但是这个费用的问题嘛，你也知道，这件事情要打点的可不止一个人。 乔梁怎么样了？乔梁最近和王先进还李伯驹走得很近，但是他这个人缘在线很强，有点油盐不进的意思，我还没找到什么突破口。油盐不进，就不会跟王先进和李伯驹有那么多交流了。你再多观察观察，一定有机会的。好吧。铁手让我告诉你，我们最想要的人是乔梁。 让你拉拢王先进最后的目的也是乔梁。我明白了，顾小三儿，你要知道，如果乔梁真能就范，那整个临江就是我们的天下了。到时候你顾小三儿做过的所有事情都不足以提，黑的可以变成白的。我一定努力把乔梁拖下水。有份礼物，铁手让我交给你。 什么礼物？跟我来。
刘艳吧，你怎么做起环卫工作来了？对不起，乔主任，我不喜欢待在县里，所以就自己偷偷的努力往市里调。好不容易调回来了，却没有职位可以安排给我，所以就只能在清洁大队工作了。 乔主任，我知道马主任已经走了，我不敢告诉你，就怕你再把我赶回县里去。对不起。怎么样了？环卫工作好做不好做啊？怎么可能好做？我什么都不会干，又是年轻女人，他们总是欺负我。 乔主任，我知道你是好人，你帮帮我吧。我已经知道错了，我不会再去打搅马主任了，更不会再去伤害他的家庭。我求求你了，你帮我找份工作吧，做什么都行，我不想再这样扫大街了，真的不想了。你帮帮我吧。这样吧，我考虑考虑。 等我的消息。谢谢你，乔主任，谢谢你，你是最好的主任，谢谢你。等我的消息吧，啊！好，谢谢，谢谢。你个臭女人，你背叛我，是你跑的，是你背叛我的，你说，你说，你说呀！为什么？啊！我是他们的女的，李建硕杀了我，我是怕死才跑的，小三哥。 谁能弄死你啊？李建硕杀你，我他妈能让他杀你吗？我杀了三哥，三哥，我知道错了，我知道错了，三哥，我是个笨女人，我后悔了，我真的后悔了。你心疼？你知道我心有多疼吗？我打死你，我打死你，你原谅我。三哥，你不要打了，不要打了，我有钱，我有很多很多钱。 你看，这些钱够我们好好的过下半辈子了。我们好好过日子吧，我再也不跑了，再也不跑了。你哪来的这么多钱？乔良给我的。乔良为什么给你这么多钱？我把郭淑芬藏身的地方告诉他了，他就把钱给我。 同志们，你们看，西柳区，还有这个南市区，这都是老城区。破旧的街道，破旧的房屋，国民党时期啊，这两个地区都是底层人住的地方。所以呢，我觉得咱们新临江建设计划这个重点就放在这儿，我就想从这儿开始，大家说怎么样？啊？ 新中国、新临江，不再有上等人、下等人，老百姓们都能过上好日子，住上好房子，啊！从这里开始，我觉得无论从经济效益还是政治效果，都是一个利好啊。我们当初选择这个地方，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可利用的闲置土地比较多，在拆迁和补偿上不会有很大的动静。我建议把军管会。
及其他机构搬过去，在那里建立行政中心，这样可以调动那里的经济发展。哎，老王这个建设很好啊！哎，小天把它系上。顺着乔任的思路啊，我想对新区的规划再重新做一下，在这里建立一批工商业设施。临江的发展就因为新区的建设而蓬勃的发展。嚯，老王的想法很超前啊。乔准，不过这样一来啊，所涉及的拆迁和安置工作太大了，城市刚经历新农村的折腾，会不会在群众中产生逆反的情绪？哎，老秦，只要我们的宣传工作到位啊，我相信人民群众会给予理解和支持的。啊，我觉得先进同志讲得很好嘛，既然动了，那就要做的动静大一点，对不对？咱们一定要让全国人民都知道啊，我们临江的新建设、新发展有什么不好啊？很好，谢谢乔主任的鼓励。哎呀，我的一点小小的想法，经你的总结和提高呀，更有时代意义了啊！乔主任，嗯，我觉得这个计划确实是很好，但是钱的问题还是一个大问题。百废待兴，一切从头开始，我们哪里有那么多的资金投入到新临江建设中去？钱确实是个问题啊，所以我打算呢，跟临江的几个资本家开一次座谈会，我想探一探他们的口风，问问他们是否愿意加入到新临江建设计划当中来，一起发展，啊，一起建设，双赢嘛。这是好主意啊，既解决了资金的困难，又调动了资本家的积极性，这样可以使我们临江盘活整个经济体系啊！啊，社会资金很重要。范汝恒、潘世臣他们已经改造得很不错，我觉得他们可以一起参加座谈会。小田啊，尽快整理一份新临江建设的方案，我们要把它进一步的完善。啊，哎，钱进，这个工作就交给你来做啊。如果这个方案经管会通过之后，我来牵头，咱们再成立一个新临江建设工作小组。哎，老王、老秦，两位都是人才啊！啊，我欢迎你们两位的加入。哎，另外啊，我还想把咱们新临江的几个资本家，把他们给吸纳进来。嗯，这样的话，政府和民众通力合作呀！啊，一起建设这个崭新的新临江。小路路弯曲是夕阳，进来。哎，乔主任。哎，怎么每次进来都是鬼鬼祟祟的？乔主任，上回你在银行带的那3000块钱啊，到了，给你。你不急着用钱吗？伯爵在这儿啊，还帮了不少忙。哎，乔主任，你放心。手续以后再补，啊，合理合法。行了，你想说什么呀？我心里很清楚，啊，别绕圈子了啊！你就告诉李国驹吧，他不是想当那个行长吗？这个银行行长的职位啊，组织上会考虑的，啊。哎呀，太好了，乔主任。我代表伯驹谢谢你了啊，谢谢。啊，秦秘书长，老王也在啊。你们聊，你们聊，我走了啊。哎，乔主任，老秦，这是我家乡的茶叶，还不错，你尝尝。
龙井。嗯。嗯，新茶呀，味道不错啊。还这么客气，谢谢了，老秦。对了，老秦，哎，坐坐坐啊。我还正要找你呢。你看看啊，就是宣传口这边的人，你熟不熟？比方说报社呀、文工团，看看他们有没有进人的名额呀。乔准，要说熟啊，你说一句话不比我管用多了。这个我当然知道了，但是呢，像这种小事情，我就不便出面了吧？啊啊，没问题。你说，男的还是女的？有什么特长？你说一下，我挑几个职位让他挑。这个人呢，大家都认识，柳燕。柳燕。前两天啊，我在马路上看见他了。你知道他干什么的吗？扫马路呢，当上环卫工了。哎呀，这看完以后啊，心里确实不好受啊。好，我知道了。你来干嘛？你爸爸在吗？乔主任，他不在这儿，他还能去哪儿啊？我还钱来了。你还钱？你哪来那么多钱还他呀？不，你爸爸在不在吧？乔亮，你给我说清楚，哪来那么多钱？你甭问了，你也甭操这个心。3000块钱，您说说。3000块钱？哎，我只是跟你说说而已。啊，既然钱拿来了嘛，您就收下吧。这钱呢，你也不用那么着急的还给我。爸，不行，钱既然已经凑齐了，您就收下吧。哎，啊，对了，爸，后天呢您就要出院了，到时候呢我派几个小战士，把家里的公馆啊给打扫干净了，到时候我亲自开车过来接您。好，那就有劳你了。哎呀，爸，您看你这话说的。啊，对了，还有啊，这个范汝恒、潘世神，还有陈和生他们，这些天啊，我估计都会陆续的出来的。爸，我有个想法啊，我是想啊，哦，当然了。是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我想借助您的名义，请这些资本家们一会儿吃个饭。一来呢，也算是跟大家接风洗尘了；二来呢，我想跟这些商界的朋友们一块儿商量商量咱们新宁江建设合作的事情。您看呢？这个饭局好，如果我身体没什么问题，我一定参加。那太好了，那到时候您就费费心帮我们张罗张罗啊。这是好事儿嘛？啊，你想啊，我们这些人刚出来就能有和政府合作的生意做，这真是求之不得的。爸，您能说出这些话来，我确实太高兴了。确实啊，新临江的建设需要大家。嗯。哎，乔亮，造船厂那个项目怎么样了？省里到现在还没有消息。啊，没事儿，这几天啊，我会再问问他。哎，对了，爸，上个月我逼您回医院的事儿，还请您多多见谅。嗨，这事儿都过去了，你还提他干什么啊？不过说实话，当时啊，我这心里还真是憋屈。后来想通了，也就没事了。嗯，我知道，你呀，也是身不由己，这怪不得你啊。不过乔亮啊，如果你心里真的是过意不去的话，那以后，对我们叶氏公司的生意啊，你这个大主任，多开一些方便之门，你说对不对啊，女婿？回来啦，
洗手吃饭吧。哟，今天这是怎么了？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勤快啊？什么叫我勤快呀？爸爸今儿心情好，不用我陪他了，所以我赶紧回来给你做饭呀，咱们好好吃吃饭。是，今天爸肯定高兴啊，3000块钱我也还了，能不高兴吗？可是我就不太高兴了，害得我差点把这老宅子都给卖了。老宅子给卖了？你还爸爸的钱是买老宅子来的？啊？哎呀，你怎么想得出这样的法子来呀？行了行了，别演戏了，你们不逼我，我能卖这老宅子吗？我们逼你。乔梁，你是不是觉得我和爸爸串通一气啊？那老宅子呢？你卖了没有？老宅子还在，钱我也借出来了，甭操心了。你管谁借的？谁会借你那么大笔钱？乔梁，不行，你把钱还给人家，咱不背这冤枉债。那你早说呀，钱我也借出来了，你现在说这话。我早说，你早告诉我了吗？你跟我商量过没有啊？真是变得让我越来越不认识你了。那是因为你根本就没有打算认识我。我不打算认识你，我不打算认识你，我干嘛要嫁给你啊？你太可笑了，你做的这些事情都是你的自尊心在作怪，永远改不了你的臭毛病。黄玉芳原名周静，是保密局临江特训班第3期的学员。这批学员很特殊，从他们进入保密局开始，他们的身份就一直处于绝密级别之中。公开的档案竟然连他们所有的资料都没有，看来是保密局早有布局，是为了完成特殊任务才培养了这群人。这就是他们全体的合影，基本都在。据我调查，当时有个学员临时有事没在这拍照，不过这个人后来在局里发展得很好，临江城破就留在了临江。谁呀？他的代号铁手。铁手？他也是他们一批的学员？没错，铁手是班长，是这批学员中最厉害的一个。是，他确实很厉害。赵先生，我很好奇，黄玉康真是你杀的？我们不是约定好了吗，老杰？我花钱消灾，你拿钱办事儿，你唯一不能调查的人就是我。对不起，赵先生，我不该问他。这次的不是，我按那个最贵的，那个什么，你记得吗？啊，我就知道是最贵的，一定要最贵的。对，反正就要那个最贵的。我来两瓶。别想耍我啊！赶紧去啊，先生，这瓶就是威斯特酒庄30年份的好酒，这已经是本店最贵的。骗子！放屁！你知道我谁不？我他妈什么酒没喝过？你赶紧去给我拿那个最贵的来，快去啊！那好，您请稍等。这叶老板和乔主任会不会不来了呢？这不能吧，老范呐！啊，当初我早就说过，就应该跟着共产党走啊。嗯，结果呢，咱们跟着铁手瞎搅和，闹成现在这种样子。是是啊，
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谁说不是呢？我早就看出来了，共产党和国民党它不一样。是，对，咱们今后啊就得跟着共产党走。乔主任请。哟，哎，来了！哎呀，乔主任，范先生你好啊！乔主任你好，李先生，范先生你好，你好，你好！乔主任，真是对不住啊，这个开会呢耽误点时间，不好意思来晚了。来来来，坐吧，请坐。来来，请。哎，在这都坐吧。乔主任，您不落座，我们哪敢坐呀？范先生，您太客气了。好，一起坐。哎，来，坐吧，请请请请请。今天这一顿饭局啊，是我特意安排的。我一方面呢，是为我们范老板、潘老板、李老板啊，我们临江商界的三位同仁刚从里边出来接风洗尘。另一方面，哎呀，我们大家坐在一起畅所欲言啊，看看我们商界这些同仁们怎么能和新中国的新政府更好的紧密合作啊，出谋划策。哎呀，我们很荣幸的请到了我们临江最高长官军管会主任乔梁同志和我们共进晚餐啊。那让我们大家以掌声请我们乔主任为我们发表指导性的意见啊。首先更正一下啊，副主任。客气客气。临江军管会的干部顾小三，我想要知道的是他现在跟保密局是什么样的关系。顾小三，我记住了。嗯，先生，哎，你看这行吗？就是这个最大的，这个好。那您请慢用。哎呦，哎呀，再吃一块。爸，今天这个晚宴啊，安排的太周到了，太好了，辛苦你了。对了，这几天亚楠怎么样？哎呀，这孩子啊，我已经批评过他了，我想这些天他也应该想通了。哎，那天也怪我脾气太着急了，您多担待。他就是小孩子脾气，过些天啊你把他接回去，没多大事啊。不用，这些日子啊您这身体正是需要照顾的时候，让他在家里踏踏实实的照顾您几天，过几天我再把他接出去。也好，今天我们坐在一起多好啊。啊，你看我们商界的同仁们都表态了，愿意好好的和新政府合作大干一场。乔梁啊，从今往后你也得对我们叶氏公司多多关照哦。爸你放心，只要是符合条件，在合理合法的情况下，我一定会优先的考虑叶氏公司。好，好，有你这句话，我这个做岳父的我就放心了。哦，那动作还是蛮快的。乔主任，等等。这条老街是我们新临江改造计划的中心区，也是重点地段。街道的干部啊，工作很到位，群众也积极响应。拆迁工作没费多大力气，估计啊下个月全部可以拆除，重新建设了。怎么样啊？这个区域的规划确定了没有啊？确定了，有叶天成的公司。范汝恒的公司，潘世成的公司，三家一起竞标。我看呀，叶天成的计划，最棒。他准备建什么呀？临江大厦呀，主体是临江宾馆和临江第一百货商店。临江宾馆建成以后，是沿江区域规格最好的宾馆了，也是我们临江的地标，也是我们最好的名片。哦，那这个计划不错嘛，啊。其他两家呢？其他两家准备建什么呀？哎，乔主任，其他两家你就不用看了。叶天成的计划最符合新临江规划了。
计划是很好啊，但毕竟他是我的岳父嘛。啊，我觉得这个事情要不要在会上继续讨论一下呀？乔主任，先进明白，你是要回避的。不过呀，临江大厦的确是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大工程啊。您放心吧，我会全力的推动这个计划顺利展开的。乔主任，你最近没有回清水镇吧？那个宅子现在很漂亮的。宅子很漂亮，什么意思？具体的我也不清楚，你回去看看就知道了。乔主任，我说句俗话，您是当权之人，现在不用，过期可不候了。当权之人啊，那就应该以公谋私。乔主任，您没有以权谋私，您做的都很好。乔主任，有时候换个角度，换个心态，天地就自然宽了，你说是吧？王先进，照你的意思，我睁只眼闭只眼，这财源就能广进，生意就能兴隆，是这意思吧？乔主任，看你说的，您哪能那样啊？乔主任，我告诉你，王先进，你跟李伯驹说这个钱我是肯定要还的啊，只是要拖延一段时间啊。至于你说的这个啊，换个角度，这事儿我还真做不来。乔主任，你看我这张嘴，我胡说八道。乔主任，疼不疼啊？不疼，乔主任。不要拿出你国民党那一套啊，戏过了。行了，干点实事吧，你看看还有什么事要干的啊？啊，乔主任，那先进走了啊。帮我一下，乔主任，状态不错嘛，当上记者了。是啊，在临江日报来了都快一个月了，一直想好好谢谢您的，可是就怕您忙，所以就没敢打搅。行了，不要一口一个您的您的您的啊，其实呢我没帮上什么忙，现在你做了记者了，好好工作，多为党还有人民写上几篇好的文章，那就是对我最大的感谢了。是，刘源同志保证完成任务。好，那我们就拭目以待。没问题。那乔主任您先忙吧，我这边还有采访。这些天您抽个日子，我请您吃个饭，好好谢谢您吧。好，再说吧，去忙你的吧。行，那乔主任再见。知道这是什么吗？不知道。雪茄，古巴来的进口好东西，这一根啊就比你那两包解放还贵。嚯，这么贵啊？有那么好抽吗？哎，我告诉你，好不好抽是其次，关键是啊，他拿在手里的这个感觉啊，这是品味。老马，我们的马主任当年也抽过雪茄，你们知道他是怎么抽的吗？这个还能怎么抽啊？哎，他老人家不知道这雪茄，他先把这个外面这层皮儿给包下来，把里面的烟丝放在大烟杆子里抽，是不是特别逗？特别逗。现在啊，可是越来越时髦了，这穿的用的都是好东西。就这么皮鞋，没有20块钱，应该买不来吧？20块钱，有多少你给我买多少，我全要了。乖乖，20都不够。告诉你啊，这是意大利的进口小牛皮，50块钱一双的，你还不是轻易能买得到的嘞。哎呦喂，这么贵！哎，小刘怎么样？喜不喜欢？我送你一双啊。嗨，我哪有那么多钱买这？嗨，什么钱不钱的？我们都是一块共事的同事，送点小礼物，这不很正常吗？啊，哎。
郭小三，你很拽啊。哪有？对了，我有公事在身，局长急着要见我，我就不陪了啊。撞了有血浆，要一定要抽，你自己拿吧。乔主任，您这过来咋不一直跪一声啊？我们这还没收拾好呢。还没收拾好呢，林镇长，这宅子怎么回事啊？啊？宅子咋了？出什么问题了吗？挺破落的一个大院子，现在被整修成这样，这得花多少钱啊？这个修院子的事儿我怎么不知道啊？哦，您说是修了的事啊？哎，这不上个月一直下雨吗？这个清水镇啊，包括您家这个宅子啊，100多户人家的房子都被大雨给浇坏了。哎，这里呢，组织干部群众呢，义务把这房子给修了。哎，顺路呢，也把您家的宅子呢，整了整。哎，没啥，没什么。顺路整整就能整成这样啊？这得多大的规模呀？就这么一个院子，得用多少工多少料啊？这都需要钱，没有几千块钱拿不下来的。你以为我不知道啊？把我当傻子？修得下来，修得下来的。乔主任，这都是干部群众的一番心意，真的没花什么钱。行了，别蒙我了。还有这琴，这琴怎么回事？哦，这琴我还真不知道，乔主任。兴许这本来就是你们家的琴，被哪位热心的群众呢找了出来，放在这儿的吧？哼，我看您啊。你睁着眼睛说瞎话。哎，乔主任，哎呀，乔主任，真的是群众们的一番心意，真的没花什么钱。你看，这院子都修成这样了，你总不能再要求群众们把这院子毁了，故意折腾成原来那个模样吧？要我说，您就糊里糊涂的接受了群众这份情谊，也就是了。糊里糊涂，这种事可马虎的。乔主任，今天接嫂子回去吗？用你瞎操心啊！啊，那我等您吗？不用了，你先回去，我自己回去。哎，那行，那祝您成功了，乔主任。
真情怀染成了满天飘落的尘埃，是谁在无尽的徘徊，迷失了再也回不来，怀念京城的英雄风采，激情伴随信念的年代，回忆泯灭在茫茫沧海，灵魂留下来。终成永在。